为了方便广大南加民众，华新保险隆重推出华新讲堂系列讲座，话题涉及在美华人生活的各方面。近日刚刚在哈冈分行推出的地产相关业实用工具进修班，由房屋保险销售自然灾害地域分析专家主讲，内容涵盖了保险理财、资产规划等各方面。过去数月，华新讲堂已成功举办十多场讲座，包括雇主座谈会、生前信托、房地产投资、新移民税务问题、红蓝卡讲座等，参加人数达到数千人。华新讲堂推出的地产相关业实用工具进修班，为南加业主和地产经纪带来专业、便利、及时的资讯。平常买了房子，买了一个 building 的话，通常都有一个 title insurance， 就这个产权保险。那大家付了那么多保险费，到底产权保险保了你什么东西？那到底跟保险里面有什么关系？那除了产权保险之外，那我们还有房屋保险，就是你从产权保险到了房屋保险，一直到了这个还有所谓的保固保险，房屋的保固保险。通常来讲，你买了一个房子的时候 ，seller 可能都会帮你买一个保险，就是叫做保固保险。那可是很多人有了这三样保险，都不知道这保险的内容是什么，该怎么样使用。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办了这么一个 seminar， 让所有的社区人士，那尤其是我们房地产的很多的同业这个经纪的话，他们也能够借这个机会多了解一下到底怎么样运用保险，然后呢来保障他的客户。When those disasters happen, the SBA is on the front lines to be able to provide the disaster loans to homeowners, renters.As well as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nd small businesses. In times where there are not a disaster, the SBA is here to be able to support and provide business owners as well as individuals information on how they can best prepare themselves in the event of a disaster happening. Today, we'll be talking about SBA, the programs and services that are available both in a disaster, but also what you can do on a daily basis to be able to help support the community as well as your small business.华新保险服务南加社区30年，提供全方位的保险服务，受到各界赞誉，好评如潮。公司拥有过百位领有专业执照的保险规划师，主要业务是为企业及个人提供量身定做的各项风险管理策略，满足客户不同的保险需求。8月下旬至9月，华新讲堂将继续推出精彩丰富的活动。报名或者建议反馈，请致电热线6263331111。中天中旺采访报道。